虽说原神的小萝莉只有四个，但米哈游属实在这四小只上下了不少功夫，像坐椅子和跳水的动作就和别人不太一样。而且细心的旅行者应该会发现，小萝莉的冲刺也是与众不同，当他们冲刺又突然停止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就很可爱。不仅如此，小萝莉的尾巴也都是细节，像早柚和迪奥娜虽然都有尾巴，但在跳水时尾巴的动作却完全不同。迪奥娜跳水时会挺起尾巴并且贴在身后，就非常贴合猫猫的设定，而早柚的尾巴就完全不受控制，夹在两腿之间。毕竟早柚的尾巴并不是真的，不仅有着缝合的痕迹，在早柚变身偷懒时还会碍手碍脚，这物理引擎就很真实。但离谱的是，在游泳时早柚的尾巴居然可以像迪奥娜一样左右摆动，这种会自己动的衣服麻烦给我也来一套。而希娜娇姐又和小萝莉不同，游泳时尾巴会上下摆动，而不是左右摆。不过我就想知道，要是神子有尾巴，游泳时会是什么样呢？让我看看。